最近很多小伙伴艾特我，让我做这个挑战，咱们先看视频。这个真是挺有趣的，没想到吃核桃皮可以这么解压。这个玛瑙核桃当然要挑战，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需要一把夹子，还有核桃。待会你们就可以听到很解压的声音了，快点把耳机的音量先调大，接着我们给核桃开个小口。一颗完整的核桃就剥好了，现在去剥皮喽。你觉得这个吃核桃皮的视频解压吗？如果觉得解压了，给我点个赞。最后看看我的劳动成果是什么味道的。哎，还是挺好吃的，一口咬下去特别的细腻，没有那一种带皮的粗糙，所以这个作品我给80分，你们又给我打几分呢？对了，看完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哦。喵耶、yeah!